马拉榴莲树上熟，即制飘香甜品。六至八月咧就系马拉榴莲当造嘅时候，我就最中意食榴莲噶啦，想食嘅跟我嚟啦！以榴莲冰皮月饼出名嘅醉榴香喺铜锣湾开咗专门店，以树上熟嘅马拉榴莲新鲜即制各款榴莲蛋糕同甜品，榴莲味极之香浓啊！平时行街口痕痕，突然间想食啲榴莲，可以随身携带住啲榴莲溜结糖，咁就可以顶住人先啦。啲榴莲溜结糖咧，好重榴莲味，仲有啲花生喺里边烟烟韧韧咁，好味。平时我啲屋企人好中意雪到啲榴莲冰冰冻冻咁食啊！如果你同我一样好中意食冰冻榴莲嘅话咧，咁呢个 D24 榴莲水晶果汁就好啱你啦。哇，好好味啊！呢个真系同冰冻榴莲嘅质感一样噶。你哋唔好以为啊，榴莲甜品净系得榴莲班戟先得噶。呢一个咧 3D 榴莲蛋糕，成个榴莲咁啊，好得意啊！上面有啲榴莲慕斯，里边仲有榴莲果肉添啊！